这是戏里的舅舅，这是一波。您觉得你们俩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？好，那就外形呗。你就像我舅舅。天场就是岳云鹏的游乐场。洛阳是吧？对，洛阳。洛阳话好听，吃面条。你吃，你吃，来。怎么吃面去了？没食欲了。弄来了。我们带着一个烟火，我们结束了啊。这真香啊！好，我去。说话，导演说的啊。